首歌，你知道这首歌它很特别，特别之处知道是什么吗？当然，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改编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的这也知道水调歌头，作者望着中秋明月，思念起七年未见的弟弟苏辙。你们不站起来，我个人代表大家站起来。我们也要站起来，谢谢娜塔莉老师您的讲解。您是来自俄罗斯的语文老师，你是在中国学什么？学古典文学吗？我是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俄 MTI 专业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俄罗斯学生。等等 MTI 是指 MTI 就是翻译专业的硕士生，但是我的爱好是翻译中国诗词，所以我来到中国一年，已经学习背诵了近100首中国诗词。今天来到唱响中华的舞台，我非常感谢中华诗词打开了我对中国认识的新大门。太棒了，超级学霸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啊！你刚说你已经会100多首了是吗？我们能现场来做个测试吗？小小的考试可以吗？可以。真的吗？这样我们说上半句，你来接下半句哈。我们先来个简单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很棒。不过这个是语文一年级，我们来个2年级的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哇，很棒。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随风潜入夜，误入细无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觉得考不倒哎。沙宝老师，这个句子跟你有关。疏影横斜水清浅，跟沙宝亮老师有点关系。下一句，暗香浮动月黄昏。哎，这个刚才他说他是专门做翻译，而且希望做这个古诗词的翻译。我特别想让你选一首这个中国的诗词，你用俄语来为我们朗诵一下，我们来听一听那个不同的味道，好不好？好的。现在已经是秋天了，那我给大家朗诵一段我翻译成俄语的
诗人李白的《秋风词》。Цы об осеннем ветре. Осенью ветер прохладен, осенью луна светла. Если б знать, каким тяжким грузом станет любовь, лучше б н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не зн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мы.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我们会回去好好欣赏这个片段的，太美了。其实你要从事就是把我们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古代的古诗词传播到俄罗斯去。那现在在俄罗斯有没有人专门从事直接把这个古诗词翻成俄文的工作呢？当然有，但是大部分都是老一代的汉学家，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成为我这一代里面很优秀的诗词翻译家，也希望有一天在俄罗斯有出版社出版自己翻译的诗词。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非常期待。祝你成功。谢谢，谢谢大家。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感谢今天所有的献礼人来到我们畅想中华的舞台上，为我们献唱了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现场的100位观众用你们的投票器来选择出你最喜爱的那一位献礼人，得票最高的呢，将和沙宝亮共同登上献礼台，为我们高歌一曲。阿门的嘎东舍东北音，阿门的歌声真高一声。可谁知道，谁？放放火火闯九州啊，流星在灿烂中死去，原来在灰烬里出生，红发溜溜地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我爱上海，我的全答案算去过世界的各角落，不管每天过得多么洒脱，小手舞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为今天欢笑唱首歌。